4月28日迎来39岁生日的谷谷吕思伟，在社群网站上首次晒出和女友大圆林爱璇嘴对嘴亲吻的超闪合照，写下长文感谢大圆长达十年一路以来的陪伴，并告白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生命中的女主角，谢谢你十年的青春，在我手里永远也不会消失，引起大批网友狂赞。今日深夜换大圆在现实动态上晒出一张和谷谷的合照，将两人在家时最自然的模样拍下，他写下，还问我要干嘛，就是想黏着你不行，透露两人之后要分开几天的时间，还以为要依依不舍的，结果光顾着处理公事把我冷落了，但他把照片发出来也代表自己已经消气，他写下，我还是很善良的把你挡住了，不挡的样子还是很好看，但只有我看得到，更告白，但不管你多狼狈我都好喜欢。事实上，在谷谷晒出和大圆的亲密照片认爱后，引起外界好奇两人是否已经结婚。对此，谷谷所属的相信音乐也作出回应，表示谷谷那篇贴文不是求婚也不是结婚，只是因为有感而发想要谢谢大圆。